就是爱 JK， 就是要给你最新最快的 JK 资讯。CN Blue 甜蜜主打 Love Girl， 他们四位是不是有一种成熟的魅力又再度的出现？台湾夏天韩流再起，偶像歌手纷纷来台。因为呢，在今年的夏天呢，会有非常多的韩国艺人来到台湾。少女时代最新日文单曲《性感时尚》。最精彩的节目内容就在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，就是爱 JK。